据媒体报道，9月11日有媒体爆料，近日李现身穿红色外套现身某摄影棚拍摄，看起来是工作。当天李现兴致不高，看起来十分疲惫，等待时一直默默活动颈部，期间还跟随行的工作人员要水喝。过后认真看了剧本以后，努力拍摄，十分敬业，不愧是现男友认真工作的男人，最帅了。